比我们现在看到。可以翻开吗？可以翻开。你其实你可以先看一下，它这个是在什么面？长景观就是电视拉过来可以直接看到。你可以上下左右看，这是目前实际看到这个状况。OK， 这个是要配合 APP 是不是？对，它就是手机上的一个 APP。所以你不要很方便。对对。里面看得到什么东西？里面不仅看到一个地球，然后地球在前面大概这么大的地方，然后可以进去转动。所以像我现在如果转头的话，这边是新加坡，底下是加尔各答，然后它会显示出一个 You are here， 然后指向台湾。这边是河内，上面是南京，然后日本。因为通常透过这个虚拟实境，会应用在哪些？怎么应用这样的？譬如说在工作上，或者说什么方式你会用到虚拟实境的功能？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讲，就是说。像之前三井仓库要就是决定要不要搬嘛，北门要不要保留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都能够看到说，就是你如果多了一线道或少了一线道，如果四线道走北门左边，四线道走北门右边，它可以有具体上的感觉会有什么不同？因为很多建筑师他是可以看图就知道它的相对位置，但很多人他必须要把它放在他眼前，然后包含我自己啦，就是说才会知道说，哎，今天站走出来是怎么样，然后或者是就是具体的北门现在长这样子呢，到底会不会达到那个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所谓的北门意象，其实有的时候不放在人眼前是没有办法看到的。所以当时北门要不要拆，所以用到六千米时间？没有哎，因为我现在还在开发这个东西。那台北的图资或台湾的图资一般来讲是比较少的，所以说我一开始可能会先从欧洲就是图资比较多的地方开始。所以目前的应用就是说现在计划目前有应用，但不是很多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